市應該都盡快清理啊！係啊，應該要啊！即係雖然個位置咧，其實都唔好阻人眼，但係唔好睇㗎嘛咁樣。係清走嗰啲垃圾。清走佢係啊！咁係咪即係要擺喺度咧？佢雖然話唔阻街，咁你覺得點樣啊？嗰度都堆滿曬㗎嘛。唔係咁好睇啊！冇好睇，即係都應該揾人盡快清理㗎嘛。地嘅嘢，但係政府應該清走。政府係可以用佢個特用佢個權力嚟做呢啲嘢噶嘛，唔係我哋做嘢噶嘛。揾一個平民百姓之後，立產養俾政府，政府你都唔肯做，咁你如何啫？要忍咯，就忍到幾時咧？把火燒咗佢咯。